哥在那干放贴吧啦，阿妈讲诶，人诶为了安排要去倒，你爱干放啊，是人变啊安排时间。伊唔捌咧，唔知影讲人第一，即马拢爱提早。诶，无人变啊，出要办出国诶，两三个月前就咧安排啊，啊你安尼，也无一个月前才咧，得要一个月，剩少无一个月才咧干放贴吧。有的是已经先问好有没有要来，那、啊、你要来了，确定好 OK 了，在一个月前才放。我们这边比较不流行这样。吃完个甜鸭，那边买个甜鸭啦。先跟朋友确定好你要不要来，来不要来就连甜食都先不要给你，这样就好。对啊，刚才放上来。借三分的呢。系啊。惊死啊！讲迄借三分的，迄放上来，迄唔好，人唔好。嘛无嘛无啊！啊，就安囝飞了啊，无法做啊。迄敢放上来，迄唔好。去用囝飞了去，因阿祖传啊，祖传甲飞了了。真的哦。你袂记得？伊即马可能我那较袂停咧，你用。袂停咯，即马。哎，甲咱顶边无共。无啦，迄是咱转去，咱转去才。